这次我们用了场内场外呢用了4-5000支灯啊，这样的话呢增加了这种灯光艺术效果的震撼力。后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来把这个高端的灯光艺术向大家进行展示，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文化惠民工程做得更到位更落地。